后才开始接触到这个。最早是在网上看到有国外的理发师啊，可以在客人头上剪出各式各样的图案，然后我就开始尝试。这样就是有时候是客人指定要求的图案，有的时候我会帮客人设计。这样根据图案的内容，大概在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。我从来没系统的学过画画，我也不是什么专业的美术学院毕业，做得多自然而然可能就会了。就这样越做越好，越做越顺手。